就会变得很窒息，你会不会去关心周遭的一些邻居的一些状态？那要怎么找到我们泰雅族人，就是互相帮忙邻居呢？所以呢，这一次的风灾，其实那个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要把爱找回来。对，就在这边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这些沙子的地方，也是我刚刚说的小村城堡的一个图景呢，是发生在这边的西区。对，所以很多像是香港啊、新加坡来的喜欢古典的人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拍一些古典。对。Thank you.